喺屋企煮西餐可以简简单单，加埋中医知识就唔简单啦。今次嘅意大利粉有麻油补五脏、杞子补肝明目，仲有鸡肉溫中补脾、益气养血添。呢款 Fusion 料理食得有型又健康，即刻用李錦記芝麻油 show 下你嘅手勢啦！